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梦想总数。最近发现了这个赚钱系统，你可以赚超过500美元，或者是更多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离谱，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有点诱饵。如果我自己做的话，我甚至不敢相信这一切。但经过测试之后，所以呢，我想和你们分享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想确保这里的具体 offer 不会消失，并且呢，确保你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利用这一点，所以一定要坚持看完本期视频。好了，我说的这个网站就是 swapbox.com。如果你对 Swapbox 很熟悉，那么你很可能像我一样，这么多年来一直忽视它。你知道的，赚钱的网站除了赚点小钱之外，然后呢，你什么都赚不到。在这个网站上面呢，你可以做调查，也可以看视频，也可以获得积分。这些积分最终可以免费兑换成礼品卡或者是 PayPal 现金。现在这个网站唯一的问题是你真的拿不到那么多钱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新的策略。现在呢，我发现有一个完整的另外一个区域，你可以真正的实现赚钱赚取收入。我不打算讲就是整个的教程，我只是想告诉你钱在哪个地方。如果你没有这个 Swagbucks 账户，我会在下面放一个链接。如果你可以通过这个注册，你会得到一些特别奖励，我想大概是10美元，只要你满足要求。好的，Swagbucks 积分系统啊就是这样的，每100个积分呢就等于1美元的价值，所以呢，我要到这里来，这里呢已经赚了12031个 Swag 积分，大约呢是等于120美元。现在呢，我可以把它兑换成礼品卡，或者是我可以把它提现到我的这个 PayPal 备保账户里面来。这些呢都是做的一些调查 offers，一些调查任务，也可以赚取一些积分。我发现有趣的是，我一直在寻找来自病毒式传播的特定银行注册奖金奖励。我现在呢在做的就是很多银行的奖金的报名的注册一工作，作为这个副业呢，也可以看我频道上的其他视频，就是不要忘记订阅打赏。有些银行呢会给你提供签约奖金，如果你新开一个新的就是说支票或者是储蓄账户，这是一个不错的兼职。一般来说呢，Vero 提供50美元的注册奖金，尤其是一旦你通过某人的推荐链接，所以呢，在我看来，这就是我想要的，就是这样。但如果你通过 Swapbox，你实际上可以获得更多的就是注册奖金奖励。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，Swapbox 有一个报价为12000这个 Swag 积分。如果你通过了他们开一个新的就是说账户，如果你在账户中存入25美元或者是更多，我想他说的是呢，就是等待时间大约45天，你才能够看到你的 Swapbox 的积分。但对于我来说呢，这只花了1天的时间。如你所见呢，我回到，这是我的报酬，就是我赎回了它。第二天就收到了，不到24小时就把110美元存入了我的 PayPal 备保账户里面。还有就是 Swapbox 呢，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注册一个免费的银行账户来试用。所以这个 Swapbox 呢，能够给你的原因是比其他更高的奖金奖励，因为 Swapbox 是一个相当大的公司，所以说他们有特殊的合作与这些公司的特殊关系，他们呢可以给你更多的就是说奖励现金，所以呢就是我完全就是说比较惊讶于这个。就像你在这里看到的这些兑换，就是 Swapbox 积分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大量的礼品卡可以兑换你的这个积分。如果你不想把它兑换成这个礼品卡的话，你不想就说把它兑换成礼品卡也没有关系，你呢可以就说把它取到你的 PayPal 备保账户里面。你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奖励框中点击 PayPal，你会看到你可以套现，所以呢，我能够套现就说100美元，你只需要连接，然后呢，你只需要确认你的这个备保账户，所以呢，我得到了120美元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还就说需要赎回1000个点数，1000积分，大概是10块钱。当然，我只是还没来得及兑换，因为我还有其他很多事情要做，我还可以利用这里的其他一些东西来做。现在呢，让我向你们展示一些其他的一些任务，其他的 offer，我再给你看一些就是别的其他一些东西。你真正要关注的这个标签是这个发现标签，就顶部的这个 discover 标签。现在呢，去到 discover 标签，你将得到支付的 Swapbox 的点数各种优惠。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各种的 offer。如果你想呢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、非常多的这个任务。看看这些，如果你想成为 Uber 开车，而你还没有，你还不是这个 Uber 的司机，你将获得2万积分的这个奖励。
这个也是非常多的。实际上呢，就是报名下名，然后呢试用一下。如果你不喜欢呢，也没有关系，你会得到注册奖金。这是因为很多这样的公司真的希望你留下来。Uber 呢，显然不需要很多的 Uber 司机，所以呢，他们希望你注册，他们愿意支付巨额的奖金来让新用户注册。所以呢，你要做的就是点击这个链接，这样呢，它就可以用 Starbucks 的专属链接。现在 Starbucks 知道，就是说你是通过这个附属链接来注册了他们的这个推荐的这个 offer 推荐的这些任务，这样呢就可以锁定推荐的关系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一旦你完成了要求，他们就会给你奖金。所以呢，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，你只需要注册，然后呢输入你的社会安全号码，他们会做一些背景调查。Uber 会做一些背景调查，一旦你完成了第一次交互，你将会得到200美元，基本上很疯狂的从 Starbucks 中得到了。你可以看到这里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东西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看这个，在我的频道上呢，我谈到了一个时间银行的注册100美奖金。如果你通过我的推荐链接，你会得到100美元。现在如果你浏览这个 Starbucks，如果你浏览这个 Starbucks，你就会是1000米的新会员。如果你通过他们的链接，你设置了直接存款，然后呢，在注册后的30天，你就会得到250美元。然后你可以继续就是提现到你的这个银行账户。就是这样，如果你做签名呢，如果你做那个 Uber Offers，到目前为止我们说的是就是450美元，真的是这个450美元。还有呢，就是更多的一些 offer 任务，这个基本上是 Arcus 注册的，类似于投资储蓄账户支票，账户应用投资5美元，Starbucks 就会奖励你50美元。如果你通过的他的推荐链接呢，你就会收到5美元，而不是50美元。不通过这个链接的话，所以这里有很多的优惠，你可以得到免费的食物和钱，你可以就是玩电子游戏，然后呢顺便赚钱。我个人的喜欢就是说银行提供的很多奖金，因为礼品不上面的奖金非常的多。好了，这个还告诉你呢，你这里需要直接存入至少200美元，你的奖金将会持续32天。现在呢，Starbucks 做了一些非常惊人的一些事情。我已经向你展示了超过500美元的这个报价。如果你想赚1000美元，你可以做得更多，可以做得更多的 offer，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一下。现在呢，在 Starbucks 上有很多的优惠，你可以在今天或者是将来的某一天赚到1000美元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，请点击点赞按钮，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"梦想总数"，也有更多的干货。然后呢，也欢迎订阅一下我的这个频道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频道呢，我会告诉你更多的网络赚钱的方法。好的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可以点赞订阅一下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呢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精彩的分享了。也可以看一下我的主页，更多的精彩的赚钱干货内容，还可以点击这个访问我的独立博客，里面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干货内容，就是也可以在这里面很方便的找到我。